科技焦点先来关心全球三大电子展之一的德国柏林 IFA 展，抢在今年九月开展之前，特别呢在地中海马耳他举办的展前记者会。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新品抢先曝光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共和国，东森财经新闻带您直击2015年 IFA 的展前记者会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记者会里面呢，将会曝光抢在九月开展前的新品，带你来瞧瞧。电视上玩起跑车游戏，声光效果够震撼，但想看网络上的影片怎么办？像我们现在呢，只要搜寻到 Google 的页面呢，输入我想要看的电影 Superstar， 马上点选进去就可以看得到。Because of the fact it's an Android TV, you if you have any apps that can do Google Cast， 智慧电视除了可以连上网，现在还可以进行智慧监控的功能。像我现在进入这个 LINE 的页面，然后点选到 Home 位，把它打开。就可以看到台灯自动亮起来。智慧电视越来越聪明，但要比画面有多栩栩如生。德国大厂推出65寸的弯曲 4K 电视，就是要进军欧洲小家庭。现在进厨房越来越方便，像这样的智慧家电，你可以把锅子放上去，随时监控这个菜的温度，甚至可以换到另外一边，还可以一边煮菜一边监控小孩子的状况。It's gonna be a 2016 second quarter.远端遥控的概念不只运用在厨房，洗衣机也能够配合网络的 WiFi， 让你出门在外监控洗衣状况。And you can launch, you can select your program, you can launch when you want, wherever you are, when you want, okay? 为了布局物联网的智慧家电也越来越多，像是智慧洗衣机可以记录你的洗衣时间，另外像是知名的大陆厂商呢，也将在年底推出所谓的智慧型手表，可以记录你生活的一切，让你的生活更便利。以上就是东森财经新闻张一华、吴佑树在马耳他的采访报道。